好，我们今天给大家讲讲马来西亚当地的华人，或者东南亚的华人，往往都把它称之为大马，因为是相对那个马来亚而言的。一般以前讲的那个人们都知道马来亚，很少提到马来西亚。马来西亚建国以后，就和以前讲的那个马来半岛上的那个马来亚就是有区别，所以人们把它叫大马。大马就是指的马来西亚。马来西亚我后面就要讲，它建国以后在长达十多年的时间可以说是内外交困，因为在国外除了中国和冷战中的那个共产党这个阵营都是反对他的以外，他的周围的邻国也都是反对他的，那个印尼和菲律宾长期都是不承认大马的，这个原因我后面要提到。那么他的内部当然又有非常严重的问题了，就是马共的那个，从正面的角度讲叫革命，从大马官方的角度就是所谓的叛乱了。除了马共以外，那个马来西亚的华人尤其是东马地区普遍也有离心倾向，所以当时他们的那个日子是挺难过的。那么现在马来西亚的情况已经跟他建国初年已经是完全不一样了。这里头有很多故事性的情景，这个故事性的情景给我们带来的启示就绝不仅仅是所谓的转型，这么民主转型这么一说。尽管马来西亚的民主转型其实也是非常值得研究的，刚才主持人也讲了，去年他实现了60多年来的政党轮替，头一次的政党轮替，是吧？马来西亚虽然理论上讲一建国就是多党制，但是它就和新加坡啊和这个墨西哥啊这些国家一样，基本上是所谓的一党独大的，那么反对党是很难成长的，是吧？那么这一次的那个政党轮替可以说是马来西亚民主的真正的迈进了一步。那么在全世界这些年，大家知道其实是那个民主在全球化中遇到很多新问题的时代啊，或者说是坦率的讲就是自由民主衰落的那样一个时代。当然了，这个衰落未见得就是具有终极意义的，因为历史上这个民主的发展本身就是起起落落的，两次大战之间也曾经有过那么一次。但是不管怎么说吧，最近这些年很多那种后冷战时代的新兴民主国家的运作都不是很顺利，有一些国家比如说非洲地区啊阿拉伯地区啊的民主转型可以说基本失败了。而且在2008年以后的这个全球化危机中啊，那个民主制度显然面临着一些前所未有的问题，他们一时适应起来是很困难，所以也的确出现了08年的美国次贷危机、10年的欧债危机等等这些事儿。这些事儿其实我在另外的课头中也讲过，现在啊他们国家原来就有左派右派，然后左派右派在危机的背景下就争得更起劲，左派说危机都是右派搞出来的，右派说危机都是左派搞出来的。但是在我看来，其实现在的这种问题和左派右派关系并不是太大，但是的确是和这个民主制度在目前的全球化状态下的运作方式有待更新是有关的。原来的民主国家在民主国家的范围内运作基本上是很成熟的，是吧？但是现在变得一个国家的政治也好、经济也好、社会也好，在全球化时期它就产生很多的外部性和负外部性，是吧？那么产生的一些新问题啊，我觉得是这个民主政治有待适应的。那么在这种低潮时期也有一些国家仍然是在民主转型的路上有迈出了重要的步伐的，是吧？那大马当然就是一个。而且大马出现的变化实际上不仅仅限于它，因为我下面就要讲到，其实马来西亚虽然国家不大，但是它对周边的国家都有很大的影响，是吧？包括新加坡啊、印尼啊，什么这些国家，其实也都会受到相应的那个刺激。
但是我今天要讲这个大马的这个变革啊，也不仅仅是从民主化这个角度讲的，因为大马在其他一些方面也是中国人非常需要关心的，过去是关心的很不够的，是吧？第一，这里我讲的大马的历史其实是包括新加坡的，因为在历史上这两者是搞在一起的，是吧？长期以来，人们谈到马来亚的时候，谈到的想到的都是新加坡，但是没有想到什么沙捞越、沙巴的，就是现在的东马来西亚，那个时候和马来亚是没多大关系的，但是新加坡人们都认为它是马来亚的一部分。马来亚共产党在它的全部历程中，一直都是不承认大马的。马来西亚地区的两个共产党都是不承认大马的，就是马来亚共产党和那个北加里曼丹共产党。北加里曼丹就是现在的东马来西亚，包括沙巴和沙捞越，这两个共产党都不承认大马，所以他们连共产党都搞成两个，啊，各自搞各自的革命。马来亚共产党的理想就是建立一个，当然是制度上是社会主义的。那么版图上，马来亚共产党一直认为马来亚应该包括新加坡，但是不应该包括沙捞越和沙巴，就是马来半岛上的那一块地方。一直到马共接近覆灭的时候，它才发生了分裂。分裂的结果是，马共中的有一派跑出来建立了一个叫马来西亚共产党，或者说简称叫马西共，是吧？这才是共产主义者中首次承认有大马的存在。因为原来不管是北加共也好，马共也好，都是不承认大马的。那么人们都把新加坡包括在里头，而且马来西亚建国的时候，的确新加坡也是其中的一个部分。但是大家知道，一年多以后，新加坡就被开除了。尽管被开除了，但是实际上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关系还是非常密切的。那么，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加在一起，当然是在东南亚处于一个关键的地位了。大家都知道，这两个地方都是控制着马六甲海峡的。马六甲海峡是太平洋到印度洋的最重要的一个通道。不过，我觉得最近呢，我们国家，有些人不知道基于什么目的，把这个通道的重要性夸张得太厉害。的确，从印度洋到东亚，马六甲海峡的确是最便捷的。但是大家知道，构成这个海峡另一岸的苏门答腊岛，说穿了，它也只是一个岛嘛，要绕过去并不是很困难的。何况通过马六甲海峡的运输都是长距离运输，比如说从日本、中国到海湾石油国家，那么长的运输中，苏门答腊岛这么一个小岛，你说要绕过去，它增加的距离并不是很远的，它和那个美洲大陆、非洲大陆是完全不一样的。假如你从地中海到印度洋，要绕过整个非洲大陆，不过苏伊士运河，那就等于是增加了上万公里的路。如果你是从大西洋到太平洋，如果你不经过巴拿马运河，要绕到合恩角，或者是绕到所谓的西北航道，那也是要增加上万公里，因为那都是涉及绕过一个大陆啊。苏门答腊岛只不过是一个岛，如果你不过马六甲海峡，还可以过巽他海峡，还可以过那别的什么龙目海峡、巴里海峡等等。距离并没有那么夸张，现在有些人啊就提出说是为了摆脱马六甲海峡，别外国对马六甲海峡的控制，中国要去修一条，其实也讨论了几十年的那个克拉地峡的运河，就像也有人提出说中国，应该除了那个巴拿马运河以外，巴拿马运河大家知道那个归巴拿马主权，移交给巴拿马以后，这个公司是可以入股的嘛？现在中资在那里占了挺大的股份，当然主要不是表面上的中资了，而是那个李嘉诚集团，是吧？所谓的和记黄埔，现在是巴拿马运河的大股东。但是有人说还不够，要再去开一条什么尼加拉瓜运河。其实啊，
这个第二巴拿马运河或者尼加拉瓜运河有没有必要开，我不知道。但是克拉地峡运河，我觉得是，可能就是有些人为了洗钱呢、转移资产呢，造出来一个神话。有关方面、有关国家其实也没把这个当做一回事儿，是吧？而且这条运河就算是能够开，那个工程是就不说了，是吧？因为大家看到一条窄窄的地峡，就认为可以开运河。其实这个开运河，除了这个地峡的长短以外，更重要的是分水岭的高度。你要挖穿一条分水岭，不是很容易的。苏伊士和巴拿马之所以能修运河，不仅因为它这个地峡很短，而且因为中间也没什么山。但是克拉地峡的分水岭是很高的，而且克拉地峡本身它也在那个泰国和缅甸的两国交界的地方，这个协调起来很困难。最重要的就是，修了这条运河能进多少路呢？你不过就是绕过一个小小的马来半岛而已嘛，你又不是绕过美洲大陆，又不是绕过非洲大陆，而且你要说马六甲海峡是外国控制的，克拉地峡不也是外国控制的吗？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搞笑的。但不管怎么说，在目前的世界上，马六甲海峡的确是一个战略通道，这也是不可否认的。那么，而且马来西亚可以说也是亚洲国家中大概仅次于所谓的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很成功的国家之一。当然不包括中国在内，我这里讲的是比较小的国家，不包括中国和印度。中国和印度这两个国家经济都很成功。原来中国更成功，现在最近几年印度的那个增长速度都是超过中国的。在这两大国之前有所谓的亚洲四小龙之说啊，那么亚洲四小龙以后，现在那个所谓的第二梯队的最成功的国家大概就是马来西亚和越南，它的经济总量应该说是在不断的增长，而且如果就我们谈到的这个话题是涉及新加坡的，如果把新加坡加进去的话，那当然就更重要了。因此，从经济的角度讲，它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国家。第三个一就在于，其实这个大马啊，我这里讲的大马包括新加坡，或者也可以说是新马地区，它是东南亚华人比例最高的地区。那个以前所谓的小马啊，就是马来亚加新加坡，华人要占到40%。后来新加坡退出，因为新加坡75%都是华人了，再加进那个东马以后，华人的比例有所下降，但是也仍然达到1/3。何况东马，我后面就要提到，华人的比例虽然没有西马高，但是它对当地的那个作用要比西马更大，是吧？所以，如果我们要谈海外华人，如果我们要谈中华文明和那个一些其他文明的交往，如果我们要谈与华人相关的问题，比如不管是融合啊、交流啊，还是华人经常碰到的什么排华呀这一类的事儿，那么马来西亚是一个绕不过去的一个典型。第四，当然就是马来西亚近年来在民主化方面取得的进展。其实啊，这里我要强调，民主化取得进展的国家很多，是吧？第三波民主化，大家知道，等于是结束了冷战嘛，一下子搞出来几十个民主国家。当然，很多民主国家后来的运作不正常，有的还发生了倒退。但是民主化其实应该不稀罕了。可是大家知道，后冷战时代，大家觉得最头疼的一个问题，还不是专制问题，而是民族冲突问题，是吧？民族冲突、宗教冲突，在后冷战时代，好像是搞得人们越来越头疼。而且这个东西经常和民主化是搞在一块的。大家知道，多民族国家的民主化历来是比较容易出问题的，而且人们都提到什么苏联呐、捷克啊、南斯拉夫啊，这些多民族国家都是在民主化的同时解体的，所以这个民族化在多民族国家中，它涉及到一个那个民族和睦的问题，是吧？涉及到一个族群关系改善的问题，这个问题和民主化其实是一而二，二而一的，是吧？可以说，
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不了，民主化是没什么前途的。当然，反过来讲，即使不搞民主化，是吧？这个族群矛盾，严重的话也会出问题的，是吧？所以，族群矛盾，理论上讲，它应该是一个单独的问题。马来西亚近年来，可以说不仅在民主化方面取得了进展，我认为更重要的是它的族群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前面那个主持人提到，1969年马来西亚曾经发生过排华事件。马来西亚的排华，老实说，在历史上，如果要和那个什么越南呐、高棉呐、缅甸呐、印尼啊相比，其实是不厉害的。马来西亚的排华本来这个问题并没有那么严重，实际上这个问题也是和那个马共的那个革命是有关的。但是不管怎么说，这始终是一个马来西亚的社会的一个大裂痕。那么在这以后啊，马来西亚对华人的打压也是挺厉害的。但是最近这些年，和民主化过程相应的就是马来西亚的那个民族平等啊，在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因为现在的反对派，他就是反对那个大马民族主义，或者说是过分的大马民族主义的。现在马来西亚的华人普遍是支持民主化的，原因就是因为民主化以后，华人的地位获得了明显的改善，是吧？那个去年建立的那新一届政党轮替以后的新一届政府，那个华人部长占到了1/3，那基本上跟华人的人口比重是差不多的。马来西亚的华人普遍都欢迎这次变化，所以这个在族群关系和民主化方面，他们取得的进展呢是值得总结的，而且有助于澄清我们的很多迷雾，是吧？比如什么多民族国家不能搞民主啊，多民族国家一定要专制啊，什么什么这一类的这说法，是吧？我觉得马来西亚它的民族和睦就是和民主化是连在一起的，是吧？那么最后一个当然就是，近年来随着中国的好像是中国扩大对外的影响，是吧？具体的说就是"一带一路"，而"一带一路”，马来西亚当然就是一个关键点了。那么"一带一路"的工程在马来西亚也特别多，但是受到马来西亚国内政治的变化也是影响是非常之大。2018年的那个政党轮替就造成很多那个"一带一路"项目的那个搁浅，其中最大的就是所谓的东海岸铁路，是吧？还有那个所谓的什么泰马高铁啊，什么这一类的，很多项目都后来都，现在如果你到吉隆坡去，你就会看到吉隆坡大家都知道，曾经有过世界第一高楼，就是那个国有双子塔。后来被台湾那个台北的101大楼超过了，但是后来马来西亚最近这些年又崛起了一座更高的高塔，也好像要重新夺回亚洲第一高楼的那个地位，当时是这么说的，现在肯定是不可能超过迪拜的那一座了，是不是比北京尊更高我也不知道，但是至少是在马来西亚要比那个双子塔要更高，但是这座塔就是中资公司建的，也是因为2018年那个事情，很多项目，重审，这座塔现在目前是处于停工状态，但是不建大概是不可能，因为都已经封顶了嘛，是吧？这个但是目前也是处在那种进退维谷的状态，也是由中资投入的，我觉得这座塔在某种意义上也反映了那个中资在马来西亚目前的这个处境，是吧？它是有，肯定是有前景的，但是这取决于那个中资怎么处理跟马来西亚各方面的关系了，以及中资的投资模式、运作模式等各个方面。那么由于这些原因，我们觉得现在谈谈马来西亚是非常有意思的。那么我本人大家知道，原来是搞中国古代史的，和这个外国现当代问题啊，应该说是八竿子打不着。但是其实要说起来，我关心马来西亚或者说马来亚吧，因为中国在邓小平时代以前是一直不承认马来西亚的，
已经有很长的历史。在文革期间，中国那个时候，什么可看的书都没有，是吧？什么报纸、电视，什么都非常之单调，除了八个样板戏，其他什么都没有。但是那个时候，中国能够听到一些，所谓的外国的电台，主要就是，其实是设在中国的几个那个东南亚共产党的电台，是吧？那个泰国人民之声是设在，昆明的，马来亚革命之声是设在湖南的。那个时候我们都不知道，还以真的以为是设在马来亚的。我们插队的时候，经常听他们的广播。那个时候我们当然也是属于被洗脑的一代了，都是有世界革命情节，很想去解放全人类，而且都认为我们插队做的那种日常的劳作就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所以，那个时候就经常听那个马共的广播，而且还学会了很多马共的歌曲，其实马共的歌曲，其实研究音乐的人呢，都知道革命时代的歌曲很多是填词歌曲，是吧？什么叫填词歌曲呢？就是实际上那个曲谱是，不是创作的，是吧？就是把那个革命的词填在里头。其实马共的那个歌曲，马共的那个军歌，就是马来亚民主解放军军歌，本来是西班牙内战时候的一首曲子。而且大家知道，马来亚是，通常讲是有三个民族嘛，就是马来人、华人和那个泰米尔人，就是印度人。所以马共其实就是个纯粹的华人的。但是他为了标榜他是，代表全马来西亚的，也招纳了一些马来人和泰米尔人。其中那个马来人稍微多一点，因为马共的那个军队中的十支队就是专门的那个马来人支队，是吧？他的那个领导人叫做阿卜杜拉希提和那个拉希麦丁，这两个人都是起了挺大作用的。印度人就很少。印度人本来在马来亚也是比马来人和华人都更少，但是马来亚共产党中的很少，唯一的一个印度人的泰米尔人的中央委员叫萨尔马，是长期在中国的，曾经是马来亚民主解放阵线驻华的代表。所谓民主解放阵线，就是共产党的那个统一阵线组，战线组织了，他的。两个儿子都是在中国工作的，他的太太也是个音乐家，就包括马共的那些泰米尔歌曲、什么马来歌曲都是他写的。过了40多年以后，我见到他那几个歌，他一听就说那是他写的，我都觉得非常之巧合。当时这个，因为我是在南方插队嘛，在广西插队嘛，那个时候。这几个电台也都是设在华南，所以听起来是非常清楚，也甚至比中央台有的时候都还清楚。那个时候我觉得，中国对什么美国之音呐、什么 BBC 啊，是一直是干扰的。但是干扰的，但是大概中国的那个干扰电台的技术也不行，功率也不够大，所以那个还是可以听得到。我们当时也听，但那叫收听敌台了，是很严重的错误。但是那个马共的电台是可以公开听的，不算是敌台，所以也了解了不少。而且可以说，马共的马来歌曲、泰米尔歌曲和华人歌曲，当然最多的还是华人歌曲。我们当时都会唱不少。那么以后我好几次去过马来西亚。尤其是在那个国庆60周年的时候，在马来西亚做过一次讲学，还去了东马，对整个，而且去访问了一些那个马共的成员，北加共的那些领导人，其中包括，一直坚持到最后走出森林的100多个人，之一，中的几个，反正是。对整个这个马来西亚这一段的这个历程啊，也算是有些基本的了解。我觉得很多事情是可以给我们提供借鉴的，所以我觉得今天
的确是应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有关的情况。那么首先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马来西亚的这个基本的这个情况。这里我要讲，我这个课大家来听也不容易，能够在一些什么常用工具书中能够看到的那些基本情况，什么面积啊、人口啊，这些我就不多讲了。我要强调的是一些一般的工具书不太突出的问题。马来西亚的一个特点就是它是由东西两个部分组成的，西马就是马来亚，在地理上就是马来半岛。东马来西亚就是世界第三大岛加里曼丹岛的北面那一部分啊。从以前我们不承认马来西亚的时候，把这个地方叫做北加里曼丹。北加里曼丹上现在还有一个独立的国家，就是文莱，是吧？那么文莱周围都是现在已经加入了马来西亚，就是马来西亚的两个州，就是沙捞越和沙巴。那么这两个州加上西马的11个州啊，马来西亚现在一共有13个州，其中西马的11个州原来都是苏丹国，是吧？我后面就会提到。那么它这中间隔着南海。而且，这两个部分中间的那些夹在这两个部分中间的那些岛屿，基本上都不属于马来西亚，是吧？那些岛屿都是属于印尼的，包括那个阿南巴斯群岛啦、纳土纳群岛啦，都是属于印尼的。所以等于是它是被隔成两块的。那么现在的马来西亚当然是以西马为主的，中国人去马来西亚大部分呢也是去西马，很少有人到过东马的。但是，这个东马的确是一个非常值得去的，而且和西马，很不一样的地方。当初东马和西马统一成马来西亚的时候，是经历过斗争的。东马很多人是不愿意的，所以当时为了达成妥协嘛，规定了东马的高度自治。所谓的高度自治，甚至达到了有点类似于我们现在所谓的一国两制的地步。一个特点就是西马的人到东马去是要办通行证的啊，就有点像那个中国人到港澳去也要办那个，他们就直接叫签证，而且你持马来西亚签证，你也不能直接到东马去，你要单独办另外一个东马的入境证，东马的所有机场都有口岸的，不仅对外国人，也对西马的公民，某种意义上讲，也可以说是高度自治的那么一个地方。而且它的民族构成呢，那个都和西马有很大的区别。西马大家知道，马来人是主人了，但是东马的马来人是很少，东马人马来人比华人都少。当然，华人也不是最大的民族，华人是第二大民族，但是华人是最起作用的民族，因为它的第一大民族就是那个马来人来到之前的那种土著，是吧？那个就类似于什么波利尼西亚人呢？什么澳大利亚的毛利人呢？那样那非常原始的，是吧？都是住在那个长屋里，而且都是一直到现代都还是猎头民部落，那个基本上是在森林里头不出来的。那么这些人不是一个民族，凡是这些原住民本身区别都是很大的，是吧？他们的语言都不能互通的，但是外界人往往用一个统称来形容他们，比如说美国，比如说美洲，我们把土著都叫印第安人。实际上，当然这个词现在已经没有什么人说了，因为本身也是一种政治不正确嘛。